我们期待已久的王一博同学日前终于在横店复工拍戏了。当天王一博穿着古装长袍，大秀优越身形。是的，那么没有看错，这太平洋宽肩在大场连妹子见了也忍不住羡慕的小细腰。 Oh my god， 想来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的王一博同学也没忘记身材管理嘛，瞧瞧这身形，哎，手里的鸡腿他突然就不香了。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王一博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庭就步行前往室内拍摄有匪去了。期间穿着白衣黑裤，一身运动休闲装扮的银宝带着同样让人羡慕的细长美腿来剧组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坐车离开了。